次卫星凌空的时间到了，下桌判断正确，让林安邦及时停车没有曝露，但备份车组想要借机超越他们没有停车，最终因为规避凌空时间强制停车四分钟。卫星凌空结束，林安邦立刻启动车辆，很快就追上了欧阳俊所在的822车。眼看着被928车超越，欧阳俊满眼不甘。四分钟时间一到，822车立刻出发。此时指挥室得知老薛偷拍视频潜逃，偷拍的视频暂时无法通过网络传播，吕征连忙命令警卫排返回营区保护学生和老师，派出无人机和电子干扰车。收到指挥中心发来的指令，下桌很疑惑为什么要开启电子干扰，林安邦的一句打趣让下桌醍醐灌顶，也许真的发现了间谍，演戏区域内也有必须要中断的一端通讯。老薛下车寻找信号，欧阳俊因为落后10公里心里很慌，车长秦力却很淡定，毕竟这是长达24小时的拉力。秦力很羡慕欧阳俊能够发射第100枚导弹，可他当了10年的兵都没这个机会。赵校长已经接受了治疗，小璇在一旁看得直哭，连忙感谢了严义兵。严义兵说起假面膜的事情，小璇也并不知情，严义兵也表示相信他。义子梦想借一辆车帮赵校长把书本拉回来，排长和他一起去了。928车在路上遇见了一棵大树拦路，几人连忙拿拖车绳把这棵大树拉到了一旁，车辆顺利通过。老薛跑了好久已经没力气了，手机有了信号，他便把视频发送了出去。无人机也发现了老薛，发现他正在传送文件，吕征让通讯干扰车盯着画面，一旦传到 70% 就掐死信号。林安邦认为他们应该把大树再拉回去，不然后面的车这么过去了凭什么呀，何况这是比赛。在林安邦的劝说下，众人再次合力打算将大树再放回原位。文件传送到 70% 便卡住了，无人机还响起了吕征的声音，他发的是国家机密，吕征要老薛悬崖勒马回来老实交代这件事情，就算翻篇，老薛还在装傻充愣，最后直接跑了。下桌等人又把树拉了回去，没想到822车这时到了。他们误以为这棵大树是928故意挡在这里的，很生气。杨万金解释这棵树刚才就在这里，秦力却不肯相信，二人直接吵了起来。下桌表示这棵树上有两个绳子，勒痕一正一反，刚好两个方向，欧阳俊一定能看出来。这时黄文发现欧阳俊的心跳加速。欧阳俊纠结很久还是选择睁眼说瞎话，林安邦很生气，别人不了解他还装糊涂。杨万金等人直接上了车，秦力也发现痕迹很明显，欧阳俊也不得不承认他看见了。秦力很生气，输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输不起，一气之下还取消了欧阳俊策发控号手的发射资格，欧阳俊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，氛围十分紧张。吕征派了两个无人机追老薛，老薛十分慌张。林安邦还在车上骂欧阳俊，下桌也难免可惜，欧阳俊这么聪明的人却在名誉面前不择手段。
老薛怎么跑都跑不过无人机，最后直接被吕征的人包围带回去了。林安邦发现822车似乎出事了，联系也没有回应，杨万金立刻让他掉头回去判明情况，但是他们没想到这是822的手段，冒白烟的根本不是车，而是那棵大树，此时822已经全速前进。下桌意识到被骗连忙上车，秦丽很满意欧阳俊这个主意，把策发控号手的资格还给了他。928对822穷追不舍，杨万金让林安邦平稳驾驶，被问到如果再有一次还会不会救他，下桌还是回答会。易子梦在学校拿粉笔，无意中拿到了饭盒，而饭盒里放着一枚正在倒计时的炸弹。易子梦吓了一跳，手和饭盒紧紧地粘在了一起，易子梦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离开教室。排长连忙开车去找人帮忙，易子梦担心连累别人不肯回带机库，让他们带上工具找个山头，如果拆不了就地把它埋了。排长安慰易子梦，易子梦不断说着要把他的手剁了，就算弹不了吉他也没什么。排长决定回连部，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而另外一边822车率先到达发射阵地，928落后一步。